他们也是更换印制人的方法。松掉印制轮压力调整螺丝，松掉固定印制轮的固定螺丝。这样取出印制轮，根据需要使用扳手。拆装自立，好，安装印制轮。装上印子。给印制轮施加一定的压力，这样字能压出来比较清晰一点。好，好，现在就可以印制了。关了，你温度关了的。这样就可以看出来压出来的字了，封口也封上了。Jesus.